要出场哦，过来要来唱一首重头戏，男性的服饰，谢谢。这首嘛是咱的和平路所写的哈，谢谢。男性的服饰，我三年前飞去海外吼，啊是即摆三年后，啊等来已经关两礼拜出来啊，所以会当来唱歌，两礼拜隔离啦吼。OK， 谢谢。解决失恋的痛苦，消极的人有的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。你看嘞，每日的新闻报纸上，拢写着爱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自杀的事件，实在，迄款的人真戆啦。啊，有影，我今日来中央酒店来饮酒，煞来是讲着这款无趣味的话。你这位人客，请你明仔爱讲，你讲的拢是实在。当诶，你讲诶话，我拢最爱听咧。你是一个做漂漂男子汉，啊，你敢会去互查某人放散咧？是啊，因为三年前我互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散，受到精神的打击，应该是自杀去。但是我才改变着我的人生观，当作失恋是一种诶好经验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今仔日来这个中央酒店来饮酒，来甲你熟悉。哦，你去往放下去、啊、谢感谢你这位人客，你知你是什么大名吗？我小时姓林，林清华就是我本姓、哦、林清华先生就是你 哦， 我很感谢你，你是一个很出名的人，我希望可以来给你鼓掌，大家来认识我，实在很光荣的。锦绣实在好得真好命，锦绣我的人有带着一张相片，这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所拍的相片。那个时阵我嘛无流嘴手，嘛无挂目镜，而且身体地变面貌消散，甲即阵完全拢无共款。呀，这张相片你看甲真足呢。这张就是你。是啊，你就是明华。锦绣，不是阿土。今仔日我来酒店饮酒，不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的啦。这三年，我拄着男子的气节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誉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仔日我专工要来找你报复的啦，锦绣。不是阿土，男性伟大的力量，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才好。你请。啊，稍等嘞，明华。明华。别叫啦，爱钱钱是无？爱钱钱，一卡拢是钱，拢撇去啦。明华，稍等嘞，明华。为了人类。
谢谢谢谢，成功就回来了，谢谢，感谢感谢鼓励，谢谢谢谢。